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测试性格的小视频。视频中呢有五种站姿，分别是 A、B、C、D、E。据身边的朋友测试呢，测试结果还是比较准确。那你在平时放松的情况下，你会选择哪种站姿呢？请把你的答案写在留言区，我来给你解答。